喺记者会现场，陈伟林、白恩维以及明道喺制作单位以及主办单位嘅号召下，充分发挥咗爱心以及配合度，并各自选择咗自己喜欢嘅皮包、皮鞋上签上名，准备俾主办单位攞去做慈善嘅拍卖。很幸运的。那我这次今天是第二天了，目前还没有吃到，我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吃到肉骨茶。刚好这一次有这个机会来到马来西亚，然后参加，然后又可以让我出来走一走，然后看看新的东西，然后又可以参加这样一个时尚盛典，我觉得很开心。哎，好开心咯，可以有啊，大家都咁开心，唔知道我哋呢班大明星对于服装有咩心得咧，同埋最喜欢嘅皮鞋同埋皮包又系咩款式呢？在私底下的我啊，比较喜欢穿牛仔裤跟 T 恤，对，就是比较简单的感觉。因为我衣服平常穿的很简单，所以我喜欢我的包包跟鞋子都比较亮一点，就让人家感觉哎、有个精神。比如说鞋子，像这双鞋，它就非常的 bling bling。那我喜欢大包包，是因为我们平常工作里面就要放很多化妆品、高跟鞋，所以一定要大包包。那大包包一定要有型才好看呢、啊。我。平常的话就坦白说就是喜欢就是舒服，其实我喜欢的包包会比较偏向就是要嘛就是很简单大大一个，要嘛就是我会比较喜欢就是很多袋子的，就是它设计很复杂的，我会比较喜欢正式款的鞋子，因为我很喜欢欣赏鞋子的那个它放在那里不穿的时候它的线条。其实我都很喜欢买鞋和买手袋的，就是每一季都会想换几个咁样嘅，的吹拂哦。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新的形象，然后一个新的一个造型。但我看了以后，我一开始有一点不是那么习惯，但其实我觉得后来觉得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现在不跟你们说，因为你们如果有兴趣想知道的话，请你们就看我们的这个时尚盛典。就两套衫没换，一很怕没有腰身的衣服。我觉得如果你不想要让人家说你不时尚的话，那就请记住，就是这句话你在很多的男性杂志里面都会看到，就是男生永远都需要一套黑西装。其实都冇乜所谓嘅，最。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明道。白新慧，呜，帅哥美女，远道从台湾来到我们马来西亚。哇哦 ！Wow, you two look absolutely stunning. Exactly. Well, I would just like to ask 明道 this. Okay, 明道 I know. 其实你刚刚才下机对吗？对，我因为在内地飞机有点延误，所以我一直赶到刚刚还好赶上记者会的尾声，然后可以赶上这个秀，不然我其实我有点担心到不了。你看白新慧 ，But this is her first trip in Malaysia.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我一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哇，马来西亚原来这么多高楼大厦，好漂亮哦。因为我的印象里面，我以为马来西亚都是海洋跟那种度假村感觉，所以我希望就是下次可以去海边玩玩看。What about today? You dress up and as such. So, do you like it very much? Yeah.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 style， 然后新的一个感觉，然后配合整个我们这次 Bonia 的东西，我觉得让我觉得很适合马来西亚，然后也让我来这边觉得非常的开心，好像有了整个一个是度假的一个心情。白新慧呢？其实 Bonia 2009年最新的就是海洋风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特别穿白色搭配那个明道的蓝色，然后这件衣服其实是蛮飘逸的。哇哦 ，Yeah Yeah， 对，就是强调要比较度假休闲，我很喜欢，很像马来西亚的感觉。嗯，来看看你的包包也是，其实颜色真的是非常搭，就感觉很像是你的，感觉很像是。Yeah, it's suits him better. Suits him, okay. Well, actually, you should be carrying the bag. 他设计的点就是男生跟女生出去，然后男生帮女生拿包，所以包其实是搭配男生的衣服。Well, you are the gentleman. Well, thank you, 明道 and thank you, 白新慧。待会我们谢谢你们，我们待会会见到明道和白新慧走秀哇。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哪一位嘉宾呢 ？That's Noreen Aziz. Yes, Noreen Aziz.
and Adiputra.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How are you, yeah, Noreen? I'm very good. It's fine. It's great. So you're looking very swish. Swish, yeah, I do, maybe. It's not a very mutt rock look, though. Well, but my heart still rock. Rock all the way. I'll be performing tonight, this evening. I hope all of the guests will love it. We will definitely love it. Of course we will. Well, and that's lovely, especially your bag, okay? Handbag, that's lovely. Well, thank you.